星期三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球员里安·吉洛鲍尔、贾伦·希尔和科迪·莱利举行了记者会，为这起事件道歉并感谢川普。此前，川普总统发推质问三名球员是不是会感谢他，他说如果不是他出面，他们可能会坐十年牢。星期四，川普又在推特上跟进，他说他听到了球员们的感谢，建议他们也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。球员科迪·莱利在星期三的声明中确实感谢了中国政府。在我感谢所有付出令人难以相信的努力帮助我们平安回家的人之前，我想感谢中国警察和政府在这段时间里对我们的照料和善待，感谢川普总统和美国政府为我们抽出时间出面干预。